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耀，欢迎收看今天的一分钟看神魔。今天带大家回顾刚结束的合作地狱级蓝眼恶魔以及妖精国度的支配者，这两个地狱级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放水。闪耀魔眼是第一关可以不抓角射出双双洗技能，只是要稍微注意粘布。关卡里还有个满版10C， 然后敌人还直接送满版10C 给你。奥伯龙的话则是头过身就过，王冠为了还原剧情，所以把虚香变成一只弱鸡。闪耀魔眼的通关队伍数是来到186组，这个数字算很恐怖的。我们撇除奇魂那个放水更严重的地狱不说，咒术的火山头不愧也才167，你就知道186到底是被贬多惨。而且等等还有个更惨的，闪耀魔眼通关队伍这边可以看到玄武都会搬出来通关了。你有多久没看到这个队长了呢？往下看还可以看到科研绪论的爱因斯坦、前姐前艾莉亚、切西亚等等。接着来到20年的一些卡，像是天元、熔炼希腊七大罪都有通关记录。21年拿到了小孩假面骑士也有顺利毕业。再往下越接近现代则是被拔越凶，尤其刀剑各种二卡爽虐。纯族队长的话则是有人类以外的69组纯族队长，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目前各族的一线还有谁是值得一战的。出场统计这边最高的又是美少女哦，目前已经来到9月，看起来水手年真的不是说说，一直到现在月亮出场率还是居高不下。再来我们要来看被贬得更惨的那个家伙了，奥伯龙的通关队伍数来到229组，只能说全服玩家干得好，虚香必须死。通关队伍这边连平常没看到的茉莉都搬出来羞辱虚香，史莱姆、丫丫，甚至你还可以看到素材都请出来了，一样都有留下通关记录。往下还可以看到好久不见的超人欧布和超人贝利亚，刚练的蓝方也被搬出来虐虚香，还有一组一样是好久不见的南娜。然后差不多从江香开始就各种二卡屌虐，最后面这边队员多数是空荡荡，纯族统计有来到88组，大家一样可以稍微参考看看。再来出场统计最高的是21年的榜一顺，这是很多二三线开出来，顺就显得很重要了，常驻减伤可以帮上很多忙。我一样会把表格放在下方留言处，大家有兴趣就进来逛逛吧。OK， 以上是今天一分钟看神魔，大家对于刀剑还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